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为实现4000万外国游客入境泰国的目标，旅游及体育部计划推出包机策略。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1.9%，推动泰国成为东盟农产品出口冠军 ，FTA 自贸协定成为最大推手。泰国特别路政局计划投资4个高速公路项目，包括了双城高速公路。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吸引4000万外国游客入境泰国，旅游及体育部计划推出包机策略。旅游及体育部长苏哲汪女士透露，目前正在与泰国旅游局讨论推动刺激来自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欧洲的包机计划，推动前来泰国的外国游客人数达到总理所设定的4000万人目标。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设定的2024年吸引4000万外国游客前来泰国旅游，支持国内和国际市场，创造35000亿铢的旅游总收入的目标，高于泰国旅游局设定的吸引3500万外国游客前来泰国旅游，创造30000亿铢旅游总收入的目标。旅游及体育部和泰国旅游局正在共同规划行销策略，以确定用哪一些方法，例如通过包机等刺激市场，增加实现总理目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旅游与体育部和泰国旅游局已召开会议，跟进市场刺激计划，从短途和长途目标市场引进更多包机，以及是俄罗斯、北欧半岛、都联体国家、欧洲部分地区、韩国，包括中国，也是最有可能复苏的市场。尽管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但是市场规模较大，有一大群人准备出发旅游，加速拓展中国二线城市包机航班，这将有助于增加中国来泰的游客数量，实现今年800万人次的目标。2019年，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被认为是中国游客前来泰国旅游人数创历史新高，超过1100万人次。研究发现，中国市场的结构为30%的散客和60%的跟团游客，其中25%至30%乘坐包机出行。刺激包机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因为它可以吸引没有定期航班的二线城市的外国游客能够前来泰国旅游。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近4000万外国游客当中，乘坐包机出行的外国游客占了17%至20%。但是2023年这一比例仅3%，要加快拓展包机市场，使今年能够达到15%。
此外，旅游与体育部、泰国旅游局将把问题分配给泰国旅游局办公室。入境泰国人数最多的前十个外国旅游市场，今年每个市场必须实现两位数或者至少10%的增长。例如，俄罗斯市场必须增长10%到15%。当然，有了战术和战略，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预算来刺激市场。如获得有关政府签证便利政策的支持，泰中两国政府已签署免签协议，该协议自今年3月1日起生效。同时，哈萨克等其他目标市场也有机会将免签措施从今年2月29日延长，包括了俄罗斯可能会更新措施，将俄罗斯游客的免签停留时间从30天延长到90天。该措施将于今年4月30日结束。2023年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公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7%，而2023年全年 GDP 增长仅1.9%。由于政府支出收缩了3%，建筑业萎缩达8.8%，总投资增长为-0.4%。虽然出口增长3.4%，预计今年，也就是2024年，泰国经济增长预期较之前的3.2%下修至2.7%。社会与经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丹奴查就2023年第四季度泰国经济状况以及2024年经济展望表示，2023年第四季度 GDP 增长1.7%，好于2023年第三季度增长1.4%。至于2023年全年泰国经济增长1.9%，增幅低于2022年的2.5%。对2023年第四季度泰国经济分析发现，私人消费则增长了7.4%，政府支出收缩3%，投资下降0.4%，出口增长3.4%，服务业出口则增长了14.7%，农业增长为-0.8%。建筑业增长为-8.8%，工业增长为-2.4%，总投资增长为-0.4%。2024年泰国经济增长预计在2.2%至3.2%，在之前预测经济增长3.2%有所下降。2024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有一。泰国出口随着全球贸易的复苏开始回升，二，私人消费和投资良性的增长，三，旅游业持续复苏，预计2024年私人消费将增长3%，以及投资方面增长3.5%，出口贸易额以美元计算，预计增长2.9%。至于总体通货膨胀率平均值为0.9%到1.9%，经常性的账户余银占 GDP 的1.4%。泰国成为东盟农产品出口的首位，以 FTA 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的推手。政府发言人蔡瓦茨隆透露，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计划推动落实通过自贸协定 FTA 来提高国际经济合作水平政策，以吸引外资积极开展贸易，推动泰国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如果继续推进自贸协定合作，充分发挥潜力，将大大的增加贸易投资额，为泰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创造新的里程碑。目前泰国在东盟地区农产品出口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七，2023年出口农产品和加工产品为东盟第三，全球排名第11。政府发言人蔡瓦哲龙透露，
泰国出口农产品及加工品到签署自贸协定伙伴国2023年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对自贸协定伙伴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了 4%， 价值195亿6000万美元，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73%。 加工农产品出口自贸协定伙伴国为150亿7000万美元，增长 2%， 占加工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67.3%。自贸协定伙伴国市场中出口贸易增长最高的是中国，增长 11%， 占泰国出口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总量的 42%， 其次是东盟市场，增长 5%。 泰国出口到自贸协定伙伴市场潜在增长最快的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为大米，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增幅高达 92%， 其次为咖啡产品，在柬埔寨、日本和中国市场增长 43%， 以及新鲜冷藏冷冻水果和干果在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市场增长了 23%。 泰国特别路政局计划在今年推展四个高速公路项目，包括了两层高速公路在内。泰国特别路政局宣布今年的投资计划，将四个高速公路项目提请内阁审批，以作为刺激投资的旗舰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超过1200亿铢。泰国特别路政局长苏拉切透露，今年该局计划将四个新的高速公路投资项目提请内阁审批，并进行公开招标。这四个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额约1272亿6000万铢，即有一吉隆纳高速公路项目扎都措兰卢卡延长段，全长 16.2 公里，投资额190亿铢。两层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安翁湾帕亚泰拉玛九路段，全长17公里，投资额340亿2000万铢。北线高速公路系统项目一期工程 N2 段巴色马努吉路外环路西侧，按目前项目已更改为曼谷东部吉隆纳外环路项目，全长 11.3 公里，投资额169亿6000万铢。再者是普吉府高速公路项目，分为一期项目卡图巴东段，全长 3.98 公里，投资额146亿7000万铢。二期项目新城角岛卡图段，全长 30.62 公里，投资额426亿3000万铢。吉隆纳高速公路延伸项目扎都措兰卢卡延长段将作为试点项目率先进行公开招标，目前泰国特别路政局正在听取意见，以制定招标文件草案，预计将能够很快的完成，已在今年四月内为私营部门出售招标文件，预计可在今年底开工，将耗时36个月或者3年完成建设，将于2027年左右建成通车。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